带您看到是屏东内埔有个长达50公尺的阿伯乐大道，现在正值花季，树上是挂满了金黄花朵，风一吹，这个黄色花瓣从枝头落下，就像下雨，因此阿伯乐又称黄金雨，盛开的景色非常迷人。这两天假日，平均每天也都有将近2000人前往赏花。虫鸣鸟叫伴随着阿伯乐，金黄色花瓣随风飘落，宛如下着黄金雨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慵懒气味，让人身心都放松了起来。每年5、6月正值阿伯乐的花季，而屏东内埔的荣民之家内有着长达50公尺的阿伯乐大道，华丽的景色犹如黄金隧道，吸引民众前来打卡拍照。而同样令人吸睛的是，盛开的凤凰花搭配怀旧铁道，美丽的景象宛如一幅画作，让大批摄影师前来取景。台湾哦，虽然有很多凤凰花的景点，但是造桥这个景点是最主动的，会让摄影人那么吸引，是因为它可以搭配我们旁边的铁道，摄影人就会用这个景去搭配火车，那拍出来的照片就更有那种故事性。那因为它的花期长，所以你看到不是只有今天人多，甚至下个礼拜人也会更多。春暖花开，天气逐渐转晴，想要利用周末假期或端午连假与家人朋友一同出游，又不想花大钱人挤人，不妨来趟赏花行。联合报留学生张云珍综合报道。